对啊，今天不能插电，所以对，而且刚刚被我干扰了，还完全就是临危不乱，有没有？为什么歌曲都要就是中间啊会来个停顿，然后再继续唱？是培养 feel 吗？我吗？我觉得很多首的歌曲都是这样子，尤其呢，就是看我们原住民朋友啊在唱歌啊，他们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，是吗？就活在自己世界，啊，你们听就好了。那你们那个世界爱地球吗？爱地球啊，爱地球啊，爱地球对吧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个族裔呢是来自我们台东，就是阿美族的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两位呢，这个 partner 搭档呢，就也是我们部落的弟弟，是马少。马萨，马亚，马亚，哎，他们两个是兄弟，不是吗？对，然后是原住民的名字就没几个，所以只能这样。真的，那会不会有重复的？会啊，哦，真的哦。讲马萨可能回头的大概十七八个吧，马亚的会有五十几个。哦，真的吗？但不会比巴纳还要来的多了。巴纳也可能有200多个吧。是，所以其实原住民的朋友真是。非常的大辣辣的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在歌坛里面，在演艺圈当中啊，原住民朋友呢，就是给大家觉得哇，很随和啊，然后唱歌非常的好听啊，然后唱歌的时候呢，从这边可以传到另外一边去，就是肺活量非常的大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肺活量，我不知道怎，还是你们有时候也可以接近大自然，肺活量自然就会变好。哦，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哦，对不对？因为据说还是。你们以前妈妈要叫小朋友回来吃饭嘛，都是那个山头，然后叫到那个山头去。祖咪，回来吃饭哦！是不是这样子？是用骂的。哦，是用骂的。对，因为小孩子不回家吃饭，老人家会生气。哦，好了，现场的朋友们，刚刚拿到这个我们的祖咪的海报，摊开来一下好不好？来看一下，瞧一瞧。哇，上面都有这个刚刚热腾腾的亲笔签名的。对啊，刚刚是，来我看一下。刚切了大概20张左右，对不对？啊，没那么多了。好的，可以拿起来呢。因为我们苏蜜呢，跟他的 partner 啊，就两个人、三个人，总共在这边呢，一起来为我们这一个“松有乐活阿花”演唱会活动来做这个演出。那对于这种爱地球啊，或者是对于节能减碳，自己本身有没有做起？我觉得是观念吧。观念是。如果你真的爱地球啊，打从心里面，我觉得。关灯啊，节约水都是很基本的一些，像我们老人家都挑水，不像这样的水龙头一打开就有水。对，那在用水的观念就真的不一样。对，你已经讲到重点了，就是如果你有去曾经去挑水啊，或者是曾经的你去种田的话，要不然你就来这边踩脚踏车发电，你就让那个电。哦，那当然是真的，对，就是有空啊，我们脚踏车如果搬出来的话，就可以来踩了哈。对。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那种挑选经验的话，你就会更懂得珍惜我们周遭的环境、人事物，或者是你自己亲自下去种土。对啊，你就会更懂得珍惜米饭啊。对，那另外两位呢？我看完到有什么经验？怎么样去节能减碳或者是爱地球啊？那少吃一点，少吃。难怪你这么瘦。算是很好的长高的。哎，对对，就是汉草还蛮不错的，马少对不对？马少。好，那另外呢？怎么样去爱护地球啊？节能减碳啊？跟我们后面这些人一样没有？哎，我们今天用的电呢，就是后面这些人1000多人共同来响应，就是来骑脚踏车的。今天才有这样的电力可以用，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？想要去做爱地球，保持冷气哦。哦，在山上应该还蛮冷的吧？对不对？其实，在山上应该夏天也觉得很凉爽啊。很热啊。很热。OK。就忍耐一下。忍耐一下，然后背着吉他到处去弹吉他，给这个村民啊，给这个乡民来听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都腾乐团之前像苏密嘛。是竹藤乐团的这个主唱，也好久好久没有推出这个专辑了。对啊，大家都很想你。有想我吗？有没有？有。趁机再拍，重新来一次。对啊，就是新的作品啊，怎么样才可以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？在去年我就发了一张自己用母语来创作的，
专辑，是，然后年底，他今年要办，就是今年第一场，就是全部都用母语的一场演唱会。哇，所以今天我们等于是就先听的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大家真的是有耳福的，演唱会就是会用这种母语跟大家一起来共度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或许它是一种国际文化的影响，是啊，就是用自己的创作方式，然后用年轻人的方式，需要文化的东西啊，对老人家那些以前的那种很好的观念，都可以在母语歌曲里面慢慢的保留下来。而且真的是需要有人传承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苏密靠你的。其实当苏密呢，在这个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，他也有提到一个重点，就是你今天来这边听这种 Unplugged 演唱会，然后苏密呢唱给大家听，也许我们不是原住民，也许呢这台下的还有其他的这个种族人，客家人啊，或是一般的闽南人。那当然音乐我觉得是最无国界的，对不对？语言它虽然有隔阂，可是我们透过音乐，它可以透过音乐去做传达，不管呢你在何时何地都可以来听到很好的音乐，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了，我们再一次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Swing， 掌声鼓励一下。